么一句，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来探讨人性的这个纠结哈。两位影帝跟他短短的时间里面呢，展现他们很厉害的演技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就用很激动很热情的掌声来看这两位影帝，欢迎黄秋生黄老师以及各位节目清楚的，可以就是一望无际，表露无遗，非常有气势。就像我们的高泽大哥也体验过这款游戏的，您觉得您是要带你的儿子一起玩，还是让你儿子跟你一起玩，他来带你呢？因为我比较忙啦，那他比较熟练啦，我当然是打不过他。不过这一次的游戏倒是，挺让人家记忆深刻的。对，那个画面啊，加上这个。更立体啊、哦，那个流动就更顺畅。嗯，而且听说音乐也是一个名家的一个。没错，没错。而且无论是音乐、画面，或是团体作战那种氛围感，是不是打起来就很过瘾啊？我比较意外的是，这次竟然是限制级的。哦，是。他进去的时候问你说：“你是不是满18岁了？”对不对？但是他其实玩起来是完全无极限的。是。对。这个是蛮特别的哈、哦，限制级的，非常拟真的那个血腥杀戮画面，所以它会有分级类这样子。但是两位看起来刚刚好都超过18岁的 ，OK 的。是没错，我也是能理解。我刚过18岁啊，所以 OK 可以玩，没问题。我才3岁。
有一句 slogan， 你知道我主持过这么多的游戏的记者会，从来没有哪一款游戏可以探讨到人性这件事，很微妙，就是你是好人还是坏人。高杰大哥最后的你那一个没什么好派刚才输赢啊，所以这句话你怎么去诠释它，好人坏人？其实他那个 slogan， 我们拍的时候就跟我讲说，这次的 slogan 是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那我的感受就是，都已经在战场上面了，还讲什么好坏？对，只有输赢。是，我下面好坏几乎输赢了。呵，阿力，你要重现还原里面，就是那种很有霸气。我下面好坏几乎输赢，开心。阿力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下面好坏几乎输赢。所以掌声鼓励。经典还原，对不对？那黄秋生老师在里面，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待会请您教我们大家讲两句的广东话来讲听听看。你是好人，你是坏人啦、啊。你是好人，你是坏人啦、啊。那你是好人的有好人的表情啊，坏人的时候有坏人的表情。我的想把话真讲太好。老师说好人就觉得好人，你讲话是好人资源，对不对？我不懂，讲的不太好。你说现在还是在？是，你是坏人的时候，您会用怎么样去诠释？因为我现在没有导演嘛，他只听导演叫我怎么演就怎么演。导演阿怪也没来，导演阿怪。真的。导演太好了，阿怪。导演太优秀，导演说 action， 您就 action 了。对，太优秀。那现在橘子的老板说怎么样？导演说 action， 我就 cut 掉。那你是坏人，再看就是了。黄老师，你觉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觉得我自己啊。对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难说，到我见到上帝的时候，他告诉我。是的，这个我觉得很确定。大家看到黄秋生老师就觉得他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但肯定是难以捉摸的一种人。没错。问一下两位，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的同台，相信两位过去都看过彼此蛮多的作品，但是就是第一次同台。决心怎么样？来高大哥。其实我非常珍惜，虽然我们是分开拍的，可是知道黄秋生大哥要过来诠释另外一边的角色，其实我是很期待，很珍惜啊，珍惜。哇，这是所谓的谢谢老师，英雄，有道理吗？对不对？那黄秋生老师呢？您这一次跟高杰大哥第一次的同台，感受怎么样？你说的同台是现在的同台？现在啊，现在同台。对，我刚才彩排的时候是，哎呀，没什么，不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可是刚才一出来，我就感受到老师的气场，气场真的很厉害。对，所以就非常紧张。好紧张。你看我现在不会讲话了，我现在。不，他太谦虚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再两位黄秋生老师、黄老师，你是第一次带人游戏，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带你这个游戏蛮不错的？你觉得这个游戏本身怎么样？他们美术跟设计跟画面很漂亮，是，很精致。后来他们给我看的故事内容，我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看漫画的，因为它里面很有故事性。没错，他这个整个是写实的剧情啊，所以他们说是高沉浸的，你会投入在里面，地归归的感觉。而且刚刚高大哥讲高敏真的杀戮的画面，没错，那只要是成人都很喜欢。是，来，我问一句比较直白的话，给的筹码怎么样？什么筹码？筹码怎么样？哎呀，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了。给的筹码一定赞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高哥笑得好开心啊！很尊重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你看，波拉西亚战机6月13号即将开战，两大代言人同台，所以可以说是玩家们都一定要来给他玩起来。是的，这个非常精彩的。我们听到两位的努力在这边，现在呢，我们接下来环节呢更令我期待。是，先请个工作人员把祭坛先推出来，好吗？好，请两位代言人往我这边来。好的。哇，这个我们所有在现场所有的画面啊，所有的道具都非常的厉害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是会邀请到是 Nexon 的 CEO 李正宪，还有我们橘子集团的执行长 Albert 上台来帮我们进行启动仪式。
非常难得时刻，两位的好的传奇。接着下来这个画面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先请两位代言人，谢谢两位长官，我们谢谢长官，先请回座。谢谢。想问一下，就是大哥跟高杰大哥，平常是有在玩手游的吗？然后自己平常喜欢哪些类型的游戏？我最近就比较少。哦，以前有吗？以前有，真的、哦、玩了三天，好像小朋友一样的，玩到老婆妈还不睡觉。因为那么晚了还不睡觉。慢一点。那那时候是玩什么类型的游戏？可以跟我们玩足球啊，还有那个。哎，那叫什么 ？Civilization 那些叫，而建筑整个城市，然后打仗的那些啊、哦，文明建立文明的那种，玩个一个礼拜都一局大概一个礼拜。哦，叔叔哥哥是来台湾啊？来台湾预计了几天？待几天？就后天。就离开了，我今天不回去。可能最主要这次的发布会吧。对对对对。这次嘛，有特别去哪些地方走走逛逛？走走逛，没有时间啊，这一次没有时间。嗯，是。就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吃饭，就这样。轩大哥，因为前几天有去帮忙开球，然后今天对对，昨天帮朋友，对对对。就是你会觉得台湾的体育跟电竞越来越蓬勃发展。他们我开球是因为棒球嘛，台湾棒球一直以来都很好，是吧？是，所以小时候想玩的，可是香港都好像比较少，没错，没有机会。像我们都 OK 的，我们这种年纪的棒球街头都无所谓的。我也在期待哪一天哪一队要找我开球了，我也要做一个挑选的。所以高杰大哥平常是会玩电动的。电动我比较少玩呐、啊，那都比较玩一些就是，比较益智性的啦。其实有点小忙嘛，就比较没有在玩了。反而儿子他们就比较，那我也经常会叮咛他们，就是哎，身体很重要啊，这个骨骼不要太弯曲了，那眼睛要注意，这一类的提醒了。好父亲，一定要一定要。想要健康，因为前阵子那个张学友来台湾开演唱会生病，然后昨天又发现那个陈奕迅他好像打球也是中暑昏倒，然后缝了30针嘛。真的、哦。然后想问一下说，哎，秋生哥这老朋友身体这样子一直有就轮流出状况。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彼此认识对方，也不是什么没有很深交。对，没有很深交。那我想跟他们说，可能。平常忙碌之余也要顾一下身体。嗯，保重保重，都一样嘛，大家都一样。嗯，对，不止他们了，对。那秋生哥，你们身体？我也好得不得了。你身体现在啊？对，我身体其实不太好啊，真的、哦。对对对。嗯，我现在在做运动，在减肥。啊，对，会减肥就是好了。觉得我已经懒了大概有8年到10年吧，我都忘了。身体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跟我们透露？血压高、啊、嗯，心脏血管塞住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所以现在饮食上会调太喜欢吃、哦、太喜欢吃没办法，现在什么都不能吃。也不能喝酒啊！喝酒，这喝酒就怎么能不喝呢？这样胸都好不了了啊！这样病就好不了。老师，你应该挺会喝酒。哎，错了，我反而不喝酒啊。对，哇，我都是吓人的。哎呀，这个很奇怪。他说很奇怪。我还以为你很能喝。对，大家都以为我很能喝，其实我不喝酒，因为我就是守五戒了。那其实酒适量就好。告诉大哥，这一次其他玩家有机会在游戏里面遇到你们吗？你们期待吧，可能就有我的出现哦，我可能也会化名吧。那高杰大哥跟那个秋生大哥两位就是影帝，这次算是首度合作嘛，那未来在戏剧作品上有没有想说，哎，也来合作？有，期待期待。
绝对希望也有机会。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不强求了，我随缘了。不过我期待，我真的期待。那对于这次合作，对彼此的感觉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是分开拍，你知道，分开拍，那我的比较有气势，那黄秋生老师，平常你讲都是个人的一个的独角戏，这个才厉害。啊，不过气势我因为我人多势众嘛，那我表现的就是我也有我的气势了。那假如讲演技的话，我觉得哇，黄老师这个演技，其实懂的人自然懂啦、啊，厉害了。真的，这老师真的太抬举我了。哎，不抬举。我看了他。看到他讲了两句对白，就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两句，哇！我这你这个才是这高手啊，两句话都已经赢了。哦，抬举，飞到火星了，已经是。我看完之后，我说哇，很厉害。导演真的平常人也厉害，他设计的一些他的巧思啊，一些。对啊，你就坐下来讲了，跟导演没有关系。也是导演叫我坐下来讲的，你是你的功力有关系。创作你也表现得很好啊，你自己也喜欢这个剧本吗？我的那个是扮演一些花俏的东西啊，老师的是坐下来讲两句。哦，没有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太那个才是功力啊。你也是功力啊。有，我那个对对对，我那有服装帮助，有那个。你们内行人，对。他提到那个之前，角头有跟孙宏大哥合作，是的，对，应该交情还不错。那孙安佐事情关心他吧？孙安佐的事情哦，这个是他的家务事啊。那我总觉得怎么又出状况了，不应该出的状况。我还是希望他就是尽量的不要发生了、啊，这不太对了，因为都不正确嘛。我们活着尽量要找正确嘛。不对的就应该不要去做，也不要让它发生了。那我怎么关怀？因为别人的家务事了，就是希望他们都没事吧。就两位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，有一些计划？我有，王老师先讲吧。啊，我准备今天晚上跟朋友吃饭。哎，电影呢？还是海风去吧。黄老师，他不是朋友找的餐厅，应该是台菜吧？哎哦，所以黄老师喜欢吃台菜，我都喜欢。不是朋友安排的，朋友安排的，是。那我好，我这边就是《塑胶花》快上了，那台北电影节可能会先看到。那《塑胶花》也压了两年了，那然后八月我们的角头电影大概8月8、16会上。然后陆续的有13集的影集会陆续的再上，哦，所以今年应该会有点小忙碌啊。那也希望都有不错的收视吧。演唱会啊，对了，哦，谢谢你提醒。还有一个因为角头我们特别办了一个，不是演唱会哦，会我们进来演了、啊，那我可能会小唱一首，对。那到时候秋生哥也来。啊，哦，很期待秋生哥要来啊！秋生哥很忙的啦，哎呦，没有，不忙不忙，就吃饭，没什么好干。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是。这个的，我们尽量讲这个。哎，对，尤其是我已经离开好久了。我们尽量避免跟别人互相发问题、啊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知道了。好，谢谢，谢两位大哥 ，OK。然后我们接着会做。